好热。等我一下，拿个发圈，扎一下马尾好了，觉得有点热。看到蟑螂去，真的很像假发，谢谢啊。真算凉的，对啊，就是可能因为最近很常练舞吧，就是变得比较怕热。Hello， 大家。绑马尾都会把蟑螂须梳上去，因为跳舞的时候，其实蟑螂须在旁边飘飘飘，还蛮烦的，很烦躁，然后就会把它梳上去，看帅气一波，对啊，开心。我觉得我就是很，我其实不太习惯被人家说可爱，所以就是私底下都会比较男性化一点嘛，就是蛮不习惯被人家说可爱的。还是要绑高一点，还是就这样就好？我觉得这样就好。帅气风，是的，真帅气风。很热，然后都忘记带这种大梳子，然后就只能用手随便抓一抓就扎起来，然后就扎个包包头。昨天的攀行病毒真的很可爱，真的吗？很自然，谢谢。那有记得带水吗？没有，反正佳颖会救我。哦，最近好喜欢这首歌，我这几天狂听这首歌。这首是那个初音的《Gimme Gimme》，超好听。就是不带水，没错，我就不带水。还是要绑侧的、啊，感觉这样其实看不太到，我觉得其实看不太到。今天直播节奏不太一样啊，我今天打算一开始就先还债。咱们今天就直接直奔主题，就是不闲聊了，我们先把正事做完再来做其他事，后面也有准备一些小话题，所以就是不用担心。今天想要先把白板的债，我没有说要阿尔法的，我们就到礼拜五再说。我们今天就直奔主题，先把白板的债都还一还。好像绑高一点看的比较清楚。真的超热的，我们最近每次练舞完，感觉就像洗三温暖。昨天也是，昨天练完之后，然后我们就整个撒开来，就躺在地上，好热啊！然后就一堆人躺在地上，不想回家。
今天一定没问题。对，今天一定行，这次一定行。可是要绑宝宝头。我是没扎过宝宝头，你没有看过扎宝宝头吗？很认真想这个问题，我好像很久没有扎宝宝头，都快忘记怎么扎了。吃冰的季节到了，是的，吃冰的季节到了。包头，不记得有摸在你的面前绑过包头。可是我包头都扎的蛮随便，就是稍微扎一下这样子，一个 feel。我都很随便扎哎、欸，就是大概像这样吗？Hello， 大家晚上好。连续喝了七天肥宅快乐水，那你也太快乐了吧！快乐能量直接满出来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还债，直奔主题。这个刘海，赞！这个刘海其实我留了很多年了，就是超习惯的。应该只是你们看不习惯，可是我看得很习惯。我从国一到大一都是这个刘海，大概是。甄选期才剪成斜刘海的吧，甄选那时候才剪成斜刘海的，之前都是妹妹头，那我看得还蛮习惯。每间最快乐也看到阿盘土味情话，法片业者表示不给活路，没错，没有要给你们活路的意思。妹妹头现在还是看不大习惯，真的吗？为什么？还行啊，不然就是硬要播一点点空隙出来也是行啊，就是这种感觉。空的空隙，可是我今天没有画眉给，就没有给那，没有给那洗。不，今天就是不给你们铁币的哈。好，我要来画画。没画就盖起来吧。对啊，我今天没有画眉毛，最近很热，妆真的是能少就少，不然其实还蛮容易一流汗，然后妆就融掉了。
但也需要风的力量。还卡吗？各位，马上小卡一下，尴尬。没事啦，反正还在卡不卡好像都没关系了。可以啦，可以。咱们还债吧，来还债呗。我先来还。蓝美君现在不在嘛？龚超明现在好像也不在。小猪今天在吗？小猪现在吗？小猪好像不在，那我先哈，这样子看一下。男美女不在，公孙米不在，小猪不在，那我先画令狗跟北人的好了，先画令狗跟北人的。好香哦，先吃一个，先吃电话，应该可以吧？吃个鸡蛋糕，我家附近的好吃鸡蛋糕。
啊，我想说为什么我觉得好像一直是没有水，拿错。感觉画好不像哦，妈的，妈的！让我 reset 一下。Cause every little 不是。这次一定行。在画那个动身的小奸商，其实没有想象中好画，因为它都蛮，该圆的地方都蛮圆的，总之就是很圆。所以只要有个地方画的不圆，就会很不像。就是拼尽生命的在圆的那种感觉。早买早享受。早买早享受。总觉得还是有点差强人意。阿潘强迫症上线。阿潘强迫症上线。手残，真是手残呢，是怎样？小美在享受。
早买就享受。大家好，晚上好。现在在画画，所以如果没回到留言的话，不好意思哦。刚腰身画好围裙再画，应该先涂色的，忘记。第一支画的这么不像的，我觉得我抓到诀窍了，再等我一下，我妹，我很龟毛。我觉得我 get 到点了。那个点要长得像的点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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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写错字，希望《动物森友会》里面的豆梨跟莉莉，就是拿着阿潘的护师节生写的砖，然后跟大家说早买早享受。然后这只是豆梨，这是他双胞胎弟弟莉莉，他就是应声虫的感觉啦，所以他就会说早买早享受，享受。阿潘的护师节生写砖，早买早享受，享受。早买早享受。
我刚刚没有 get 到我怎么把狸猫画的像，我觉得我一开始画的超不像。欢迎光临，光临，超可爱，我超喜欢弟弟，弟弟超可爱。早买早享受，没有什么优惠，就是早买早享受，行了。就是两只小尖山，谢谢。こんな感じです。所以大家要赶快去买阿潘的护士节生写真，早买早享受。次は再来要画本人了。本人希望我画什么呢？公车迷，哇，公车迷出现了。林毅今天才聊到 KK 都要开演唱会了，服饰店还没去过他的岛，真的假的？服饰店还没有去过他的岛？我岛上都已经有服饰店了呢，买了很多东西。Hello 小爱，今天晚上也是还债时间，然后还完债之后会稍微聊一些话题。打招呼听起来有在出吗？有，今天出了，今天好像出了那个什么跳舞的叫，然后我没有买的意思，我觉得已经买两件，再买第三件会被我哥打死。来画一下护士阿潘，还没下单的给我举手，打针哦你们。信不信我用针筒戳爆你们？
那种怎么画来着？很难画耶，这个针筒。明明就算蛮常拿针筒的，可是会突然忘记针筒要怎么画，超好笑。我就把我手画超猎奇耶，太好笑了吧？是发生什么事？是画形象没代志？感觉我的手有点骨折哦，但还是看得出来呢。快绑几根啊！虽然另外一边的那个马尾，就是明明就绑得蛮翘的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拍出来。好，我自己帮它补上去。无听话，就给你煮声。爱买知影无？自行重绑头发的概念没错，可是我觉得其实很喜欢，就是把头发就是。
那个头发超级无敌翘，我超喜欢的。就是我本来当时选这个发型，就是希望那两根就是很翘。再不买深色的，戳爆你哦！乖乖买深色的，就不会被戳爆哦。给我乖乖买双鞋针哦！买了没？买了没？还没买就错爆你哦！赶快给我去下单，还没有下单，现在给我立刻去下单！哇，下次见面我就拿这种戳爆你们，拿这个大针筒戳爆你们。嗨，对吧，子子鸡。工程迷投降了啊！哦对，然后再来，人品君应该还没出现，我刚刚没有看到人品君，小猪在吗？不知道在不在。好，那我先画工程迷的好了。工程迷就是，你之前有一次直播，在我这里拿了前三名，钻石贡献榜的前浪花贡献榜，钻石贡献榜的前三名。总之，我们台的规矩就是，你只要拿了前三名，我就会画一张图送给你。所以，工程迷可以指定一个题目给我哟，不要太难的都可以，太难的我会跟你说啊，得进来。可以尽情的指定题目。请工程迷出个题目给我呗。工程正牌，哎，工程正牌吗？工程正牌，我还 Google 工程正牌，超好笑。Google 公车站牌，这个现在还有很多种公车站牌，我认识的应该是这种公车站牌。其实每个地方的公车站牌差蛮多的，我后来有注意到，就是最近有注意到超多种站牌，超有趣的。看一下，那我画这种好了。我的范本是捷运淡水站，自己先说。我们宜兰有吉米主题站牌，可爱，真的假的？好好哦。我认识的站牌都是这种神奇普通的站牌。我的范本是一个捷运淡水站的公车站牌。刚北荣问我是不是今天状态不好，我觉得单纯就是太久没还债啦，太久没有用白板还债，瞬间白板直接生疏一波。这种东西就是跟那个跟跳舞一样，只要一两天没有碰就会很生疏。那我想一下，这个公车站上面要写什么？我想一下，我想到了，公车站牌怎么可以这么正常呢？公车站牌是没有办法这么正常的，稍等我一下。讲到生疏，那个监狱应该不说了。
为什么突然断掉？它是主曲，好酷、哦！手很抖，手很抖，嗯，手很抖，手努力不要抖。嗨，哈哈，很闹。站着，不要香菜 station， no parsley station。然后总共有两班公车，一班是蓝188往推阿潘，还有另外一班叫绿188往神推。这么的乖乖的完成这个作品的，一定要加一点点自己的创意嘛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哎，很久没有收到，很久没有收到翻白眼了，笑死！就是那个，不是有很多公车站台是这样吗？就是举手，它就是有一只手的，对不对？可以都搭吗？可以。这好像我也是画泰迪熊站台，贝尔到吉米。所以公车迷就是你真的很喜欢看各种公车型号嘛，就是跟铁路迷很像，是吗？那新北市的牌，因为我是新北人啊，就是台北市的牌是方形的，还有那个就是有的地方有那个可以转的，然后有的地方是液晶萤幕，就是每个地方的公车其实都差蛮多，我觉得。吉米公车它从8点到6点，哦，吉米公车我很好奇，我决定要偷看一下。吉米，打错字，打成吉米花。吉米公车，上次去宜兰不知道多久以前了诶。到101搭吉米公车，我很好奇耶。好漂亮哦！是吉米月亮公车吗？好漂亮哦！好漂亮啊！哇！我不知道这个东西，好酷哦！好酷哦！所以这个是在宜兰才看得到吗？还有一个淡海轻轨吉米公车站，好酷哦，酷毙！看来中秋节这个周末的地方去了，希望我有空。
我有个大学同学也是公车迷，难不成是你？什么？你们其实是朋友吗？上次去宜兰，上礼拜我上次去宜兰好久以前，双北站牌现在大部分变 LED 了。对啊，以前只有台北流转，新北现在这个至今这几年才是个吗？是这样吗？我也不确定耶，我也是转了很久，就是每次走过去，然后就完蛋完蛋，车是不是又来了？然后就快快快快快，然后一直在那边转那个公车站牌，吉米在宜兰车站旁边而已吧，说难的，看来我有地方可以去。TTP 有来宜兰，曾经说出了有趣的真奶博物馆，是说那个吗？跨年的时候他们讲的对不对？跨年的时候我在家里看妈妈，在家里看妈妈，耶！嗨，对吧对吧？次は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任品君跟小猪在吗？我去宜兰有看到，所以其实豪哥有去过。真奶博物馆，哎、啊，我同学还有说宜兰有一个。那个什么忍者村是不是忍者村，就我有一个同学然后跟我讲说他毕业旅行然后想要去忍者村玩，然后是怎样？妮妮在假贺吗？宜兰有假贺吗？宜兰现在有回游号到花莲客运哦，哇，所以其实宜兰现在通车变得还蛮方便的，是吗？可能他推施雅，有可能哟。Hello 小谢 ，Hello 勋，黄鱼晚上好，感谢你的热情推广，我觉得很可以。公车迷感觉真的就是我没有遇过，就是我有遇过铁路迷，就我有遇过铁道迷，可是还没有遇过公车迷。觉得还蛮有趣的耶，那这样我以后去哪里都可以问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上次才为了等公车，然后就是我其实看不太懂台北不是有很多那种什么公车专用道，然后就会变成说有些路啊它可能没改好，就会变成有的地方是公车专用道，那边有几个公车站牌，然后其他的公车站牌就是我画一下示意图好了，就是它可能会是这样子的路，一二三四这样，就是通常会有四条马路嘛，就是它会有双向嘛，所以就变成说公车专用道可能是这两道，然后它就会在这边设一个那个公车站，不是吗？他不是就会在这里设一个公车站啊？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不错，只是过马路的时候会害怕。然后最近就是有一次陪学姐去，就是陪学姐出去，然后我们就犯了一件，就发生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就是我们不知道公车站牌在这里还是在这里，因为这里也有站牌，然后这里也有站牌，然后我们就完蛋，这到底是哪里？我到底要去这里还是去这里还是去这里？我直接一个迷路一波，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公车，我们只能看公车的走向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是 Google 它也不会告诉你公车站牌在中间，它只会告诉你在哪一侧，然后你就要自己摸，然后就很怕公车跑掉，下一班要等很久，我说到底是想怎样？宜兰有771金六节线，金六节我是不是在哪里听过？金六节我在哪里听过？金六节是不是什么当兵的地方？我怎么记得好像很久以前听什么东西有金六节，好像跟当兵有关系，是吗？我的印象应该没错吧？金六节在我们家附近，是当兵的地方吗？哦，对，是军营。哦耶，我其实记性还不错嘛。哦，然后我前几天来闲聊一下好了，因为现在我其他人客还没来。好，我来闲聊一下，就是我前两天跟逸云还有姐姐一起去吃了海底捞，是我人生第一次吃海底捞，对，很开心，这是第一次吃海底捞，觉得兴奋，
然后就是我觉得吃下来的体感就是它的料，就是你去那个地方你不会想要点一般就是平常吃火锅会想点的料，就是你会点一些看起来哦很新奇很酷炫的东西，然后就点来吃这样。然后我是觉得就是没有吃到什么雷的东西啦，然后它我吃到一个叫什么千层牛肚哦，我觉得它长得很恶心，但是其实它蛮好吃的，我对它改观了。有爆煮很多海鲜嘛，有一云有煮，它就是我都是听他们推荐的，推荐吃什么就吃什么这样。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次去，完全就是一个黑人问号，连选汤头我也是一个黑人问号状态。他们就问我说你敢不敢吃辣，我就说不行，然后他们就点不辣的这样。黑人啊不是吃到饱的呢，姐姐负担得了吗？哎，不要这样，又不是都姐姐付。一人推荐巴沙鱼，对，一人推荐巴沙鱼，我有吃巴沙鱼，我有吃到巴沙鱼。什么东西？你们在聊什么？有同一站有五，两边有五个点，真的台北车站超糟糕。我觉得台北车站的那个公车动线，就是我每次要搭公车，我都不知道到底这里是哪里。到底是哪一个站牌？生气！加上他问题多，我答死不答是怎样？阿潘负责芹菜味，对，我是芹菜味。阿潘今天发型怎么这么特别？哦，没有，就是想说好像没有在大家面前绑过包包头，然后又刚好就是最近天气比较热，所以就扎起来了。我就是那个负责芹菜味的人。现在还有变脸吗？好久没吃。我要离开的时候才看到一个戴面具的人站在门口，然后姐姐就跟我说那个就是变脸的，然后就说我没有看到很可惜，我说人家没看到，然后我就是我很想要体验看看人家那个甩面啊，然后我就问说那个会不会很贵，然后他们就说不会80块，我就哦好啊，然后他就来甩面，然后姐姐突然叫我跟他换位置，我想说为什么要换位置，就是原本是坐一圈嘛，就是我跟一云坐一起，然后姐姐坐在比较靠外面，他就跟我说来阿潘你跟我换位置，我说为什么，然后他就说你不要问那么多，你过去就对，然后我就坐过去坐，然后结果他甩面他就这样子一直甩一直甩一直甩，然后我就一直后退，然后我就贴到墙壁上，然后他就一直甩一直甩一直甩他就一直甩到我脸上，我说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。大只巴沙鱼就是鲶鱼啦，没什么好讲，就是鲶鱼啦。Kiki， 有地图可以看啦，分流后交通顺畅很多。So this guy， 我换车到海边卖残日记，我真的看不懂台北车站的路真的很乱，我看不懂。我今年就要毕业了，你是说从金六节毕业还是从什么毕业？出镜甩面人肉，好可怕哟！对，我都以为他要拿面条扒我脸，结果他都不小心打到墙壁上面，然后他就又再去拿了一次面，然后又再玩了我一次，我就跟姐姐说怎么还有第二轮。学校我是从蓝记哦，说嘎，我也要从大学毕业了，我们一起毕业典礼，可是我的毕业典礼就是变得还蛮好笑的，我爸妈不能去，想要脸都才是免费，真的假的？那我应该要把脸伸出去给他扒是这样吗？我应该要把脸这样子，就是他在甩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故意这样子，就这么 OK 吗？你确定他最后换了一盘面吗？是吧？我五专毕业，输。80元玩两次赚到，我直接吓坏好不好？我就现在这什么状况，什么什么东西？我要从大学毕业了，住10年前，不用，你没关系，不用说出来，豪哥不要说出来，伤感情，伤感情。啊！今天好像好像就还差不多到这里。然后后面要讲一些就是近期的
小小的心情，然后来播个音乐。我的音乐突然被我，虽然因为我刚才查吉米公车，不然已经把 YouTube 关掉了。Google 大一个师傅失手甩到人的影片，好笑，真的假的？我还没有毕业，然后现在只能值日，我不用圣诞王吗？不用，没关系啦，阿尔法，就是我，就是礼拜五，每个礼拜五固定画你的画。国文课又灰狗巴士，1992从美国引进台湾，你真的超级无敌了解，好佩服哦，完蛋，我现在才注意到，我刚看那个荧幕里有自己才注意到，是我今天的好宝宝豆豆，我把它贴在指甲上，忘记撕下来，好丢脸哦，我现在把它撕掉，对不起。人好大哦，我比较老哦，好丢脸，现在撕掉，我的好宝宝豆豆，你们什么都没看到，好像还有一些学分还没过，赶快去修一修。有些同学问我是不是故意没过，要跟学妹相处，很懂哦。完美融入职家彩绘，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吗？能分享一下特传第10抢先看心得吗？阿丽，我跟你说哦，那个特传我已经落了好几集，然后那个就姐姐上次被人爆雷我之后，我就不敢再跟人家说特传的话题，我真的很怕被爆雷，不要雷我啊！应该是这个月第一次进学校，不是啊，我之前有去，有啊，我都还有再去学校啊，就是有时候是。好，没事，但我又没有像雨苗或阿潘那么可爱的学妹，干嘛这么岛民很适合跟你画在一起，真的假的？我看着。看着然后。公鸡金阁，我知道那是谁。小件的鱼片来了吗？
捉迷藏，就是叫我哥去。通常笔记纸有点小挫折吧，就是现在查水表很常查一查，就是查水表，然后打开来都不是自己的脸，就是永远都看到自己的粉丝，然后再转发其他团员，然后很常在说别的团员很香什么。好，这是我这个问题。好，对，可能就是我做的不够好，然后可能就是对，就是我比较没有什么曝光吧。哦，好，总之我觉得很挫折啊，就是常打开自己的粉丝，然后一打开就是第一篇现实就不是自己的脸，我就直接划掉，就是后面都不想看。呵呵，可能就是对，好，就是我不够好，对。呵呵，就有时候不知道，就是我不知道哎，没有安全感，就觉得我好像就是我很认真在练舞，然后很认真在充实自己，在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可是就是感觉好像我只要三天五天没有发文，然后你们版面上面就再也没有我，就好像我只要消失一个礼拜，就是你们世界好像就可以没有我就好了。对，好，就是我不够好，对不起。好像我那个私密账号，不然阿潘来会看到各种名堂。对，我知道，就是本来就是查水表这种事情，本来就是，就是本来就不太需要说依据查水表去判定一些什么事情嘛。可是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，就是现在就是没什么见面的机会嘛，所以就是。你们那边会觉得很空虚，我这边也会觉得很空虚，就是会，就因为我们也不能有什么私人账号，所以我每天就是打开 IG， 就是也是只能看你们的现实啊，就我能滑的就这些东西而已嘛，不然我能做什么呢？然后就打开就是都是看到，就是感觉好像就是直播上面口口声声说哦阿潘可爱，好喜欢阿潘哦，然后结果打开现实里面都不是阿潘，都在说谁很香啊，谁很可爱，谁很努力啊，就是好啦，就因为好啦，就是我没有工作嘛，就是我比较没有工作，然后好就是我不够好啦。也不是要给我自己，就看着看着就是觉得很挫折吧，就是会不想打开 IG， 就开着不想打开 IG， 就觉得就是不知道，就觉得烦。好，反正就是对。也不，我也没有说公司安排什么，就是公司安排本来就是有它的意义，可是就会觉得说就是是不是如果我一直没有工作的话，是不是你们就会开始默默转推，然后就不会选我，那就好，那就转推啊，好了，没有开玩笑，就转啊，就。
铁马亭上的烟火。我是欧洲人，是欧洲人啊！谢谢马亭。大家有电啦！这个月有缴电费是不？大家好，我是 AKB48TeamTP 的周佳日，可以找阿潘。要先送礼物才可以抢红包哦。他的阵容弄得太好玩了哦！杂工，我告诉你，现在阵容就是阿尔法有一个天大的债，有一个天大的债。然后我觉得以后就是每个礼拜五，就是以后每个礼拜五就是专心还阿尔法债。然后我今天就先把前面欠的其他白板的债都先还完。可是因为有些债主今天不在，这样。好，谢谢公车迷送的告白气球。谢谢哈娜送的告白气球。大家晚上好。现在台湾有实施计程车代替公车方案，可爱的政策。所以阿尔法白板也是星期五还。我觉得看阿尔法。为什么突然变那么暗？谁动我电？谢谢大家送的礼物，今天是丸子潘，是的，小兰，我今天是丸子潘，这样感觉比较就是大人的感觉，大人的感觉，干呢？自己讲，比较成熟一点吗？这是我full康，不要乱，我都没有办法full康，太糟糕了，我这样你看不看？那我不知道，好，就其实刚刚那话题也没有什么，也没有什么对错啊，就是我觉得，就反正就是我只是想，就是把我想讲的话讲出来，这样，耶、yeah ，然后我要来吃我的鸡蛋糕。一回来就看到鸡蛋糕可以吃，我都还没有吃。刚刚很偷吃一个，好像是奶油的，这个不知道什么，我记得好像是芋头吗？是吗？我也忘记。哦，这是芋头啊。不知道，我妈妈买的。不是晚餐，我也好一阵子没有吃鸡蛋糕了，还蛮好吃的，芋头口味，喜欢。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。用个比喻来讲好了，就是今天如果是男女朋友的话，然后你打开男朋友的手机，然后看到他跟一堆女生在聊天，然后一直说别的女生很可爱，然后看到就会觉得，
好哦耶，我有棒赞箱的那种感觉吧。今天看两位成员都有困扰，嗯，这也不是说真的很困扰我啦，就是我觉得就是讲讲就讲，我就是一个就是想了好几天的事情，然后我觉得不讲出来会憋坏，所以我就讲了这样。果然吃好吃的东西，心情就会变好。我在吃鸡蛋糕，这个是芋头口味的，我还有奶油口味的。你进来是吃播？对啊，因为刚刚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了，所以现在在吃东西，在休息。我知道博婷，我跟肉肉都会交流好吃的芋头。为什么你们都不喜欢吃芋头吗？我觉得芋头超好吃的，你们芋头对我来说就是个人间美味。可是因为芋头就是个淀粉嘛，所以就是减肥期间其实不太能吃芋头，所以就是久久吃一次芋头就会觉得更幸福。啊，你们不吃芋头？为什么？我超爱吃芋头。谢谢漫游。嗯，鸡蛋糕加芋头泥，如果还有块状，超好吃，超好吃。我超喜欢吃芋头，我觉得芋头好像做成什么样子我都觉得很难接受，可是我觉得芋头加肉松是我有点无法接受的东西。芋头我是吃了身体会过敏，所以啊好可惜哦，芋头只接受芋圆啊。我芋头很好吃哎，你们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回事？我以前有段时间的绰号是芋头啊，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是都被人家叫芋头啊，幼稚园是太白粉，小一是芋头，后来是玉米，有一段时间芋宝宝。Hello， 大家怎么可以不喜欢吃芋头？都叫去吃芋头哦，强迫式。不行啊，那个问题不要搬出来，怎么都是淀粉好吃好吃。幻觉芋头还不错，芋头好吃。好，芋宝宝，怎样？芋宝宝不洗你，哼。芋头有毒，那个叫什么啊？就是那个叶子，那个叶，对，姑婆芋，对。好多食物不愧是大胃王，对我就爱吃。阿潘你好 ，Hello 少凯，你怎么从小都充满淀粉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大家就喜欢把那个就是芋啊，我还有一段时间是爱芋，我告诉你们。以前我家在菜市场做生意，然后隔壁摊的阿姨就喜欢叫我爱芋，就不说了，我错了就是一堆食物啊。阿
潘吃过佛跳墙吗？我佛跳墙专吃芋头那个，专捞芋头，里面还有芋头吗？这样就拿一个大汤勺，还有芋头吗？还有芋头吗？这样。我不能吃虾饼，异位性皮肤炎，我对虾子过敏。异位性皮肤炎真的很辛苦哎、欸。Hello， 龙骑士爱乐清凉解热。Hello， 红烧茄子。阿潘感觉是团内食物担当，真的吗？很荣幸哎，我超爱吃。还好不是玉竹哦，对，还好不是玉竹。不是叔叔，认真说，冷冻芋头超美味，大家一定要试试啊！哪种要看哪一种啊？冷冻芋头也有分，好不好？我芋头专家，芋头系的。阿潘就是现实动态跳影片看，谢谢寿凯。那你可以去看抖音我做娃娃的影片，嘿嘿。要准备加入 Team 时吗？这么失礼，怎么可能？你很失礼耶。我差这么多，我差六公斤，这么失礼，还在减重哎，这么失礼。因为性皮肤炎超痛苦的，我有听说。阿弟不是也有那个异位性皮肤炎吗？但是我前两天，我跟艺人就想说，我们要去朝圣一下弟妹开的新手摇店。然后结果才走到路口而已，然后就有那个人超多，人满为患。有没有听过什么叫人满为患？就是那个画面。然后他的店门口就发了，就是贴了一个公告，就写说今日饮料已全数售罄。然后我就我只是想喝饮料，因为超热，真的多到爆炸。就是他直接是。就是现场排队的那些人已经是上限了，不可以再多，他原料不够的样子。丫头也开手摇，没来宜兰就哭哭。你可以来台北呀，找一人喝饮料就对了，人家饮料担当，他真的手摇担当，他什么都知道，超强。结果我们后来找到了另外一家好喝的手摇，可。秋葵喜欢吃吗？他我妈妈喜欢吃秋葵，我还好哎。在聊弟妹的饮料哦，对啊，就是，姐姐跟我们说她那一天开幕，然后我们想说去看一下。米克夏的芋头牛奶好喝归好喝，跟米克夏真的是蛮贵，就是我比较不太会买。我觉得那个珍珠丹的芋头也都蛮好喝的，黑糖芋头，我上次喝那个。十分日月鲜奶我觉得超赞，十分日月鲜奶就是有那个小芋圆、小地瓜圆，然后加芋泥，然后再加鲜奶这样。所以发大排长龙图吗？并不会好吗？又没有我，我都念珍珠母没关系，我妈妈也都念珍珠母，我爸爸都讲茶汤会，都讲溶汤会，这有什么？还好啦，大院子我们家也都讲大丸子啊，这有什么？麦当劳芋头派没了，好可惜。我以前吃过，但我觉得有点 too much， 就是有点太甜。草莓酱，哇，草莓酱辛苦了。还在？你现在还要赶工作口罩吗，亲爱的？天啊！我前阵子迷上陈塘入室的黑糖珍珠。陈塘入室也是一家手摇吗？天啊，我觉得要call艺人来了。我都讲古龙糖怎么回事？我喝牛奶吃鸡蛋就会有皮肤炎，这么严重？这样很辛苦的，天哪！珍珠蛋血清就是珍珠蛋，我告诉你们，前阵子不是叶问有出结局吗？是结局吗？就是他有出电影续集，然后结果那时候就是买珍珠蛋啊，他就有送那个电影票优惠券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，甄子丹送你去看甄子丹。以前我喝牛奶会嘴破啊，我很喜欢喝牛奶，我大凤梨派吃素什么东西？当我大凤梨派吃素，我喜欢吃凤梨，我超爱吃凤梨。最近到水牛店都还是点奶绿哦，奶绿好喝。阿潘可以买来喝喝看，他们的黑糖牛奶很好喝。我不知道，我其实有一点点怕甜呢，
现在可能免疫力好了就没破了，那很好啊，多喝，喝起来。那个业配真的很神，很好笑哎、欸。邪魔歪道就只能有苹果派，你说其他派都不能存在吗？换个歌。感觉很久没有放卡米亚多的歌，来放一下。度，这只有苹果派好吃，我妈妈不吃哎、欸，因为里面有加肉桂。那你选半糖或八分会比较刚好。我平常喝饮料都喝微糖或无糖啊，发糖啦。那就不要对我尖叫，不来宜兰痛不欲生，那都很惨，饮料店没几家，北车不是还有一家吗？可是我还没有喝过哎、欸，就是那个什么。煎啥的，就是他名字里面有个煎，然后好像就是都在做豆奶，是不是？阿潘要选的话，会选芋头还是苹果派？我芋头，谢谢。我也喝无糖鲜奶比较健康，我都喝无糖或是微糖，看是什么东西。明天要考升学考试最后一科，可以我打气一下吗？干嘛的？明天考完就放风啦，就是最后一科啦。保持平常心，最后一科加油！用你的全力进去，用你的意志力把它考完，用力的把它考完，就放风，用力的玩，用力的睡觉，用力的放假，知道吗？贡茶的奶盖红茶也很好喝，我贡茶好像只有喝过一次。好，阿乐说阿潘邪魔歪道，他说我邪魔歪道，对，他只接受苹果派，邪魔歪道。现在想起来，小时候都喝全糖饮料，真的很有勇气。我也觉得，大家都发生什么事？今天也放下一个大石头，心情超放松。怎么说会想？最近无人确诊，希望日本赶快结束。我筹备拍公车计划才会成功。拍公车计划是什么？听起来很炫炮哎、欸。不是用力跟播吗？也是啦，用力跟播。之前被推荐后，现在手摇都找贝茶烤奶，真的很好喝，不觉得很好喝吗？有。你喜欢咸蛋芋球吗？不喜欢，我觉得咸的芋头是邪魔歪道。芋泥包咸蛋，我觉得不行，这样子会让那个。好吃的芋头味就不见，没喝到美好花样，人生污点。阿潘几点下播？阿潘通常都12点才下播啦。我差不多11点半就会念排名。等下下播之后还有一些小事情要忙。公车迷就是拍下了公车的主题，机捷接驳车很不错。机捷接驳车是什么？是每一站都有吗？还是阿潘指甲漂亮，谢谢文凯。哦，可是我觉得我指甲很圆呢，就是很圆。哦，这个是我前天跟叶云去逛街的时候试的一个指甲油，它一罐超贵的，可是就是试用一下。它是有，就是你们应该看不出来有任何颜色，因为它是透明，可是它上面有那个有玻璃纸，所以就是当我手这样子转来转去的时候，会折射那个光芒，我觉得很美，就是低调的亮亮的，就是只有小指是的，因为我只是试涂一下，就是想试试看，就是透明的指甲油涂起来什么感觉。里面包枣泥的芋泥从小吃到大很好吃，我觉得包枣泥我可以接受，太亮了连掌纹都看不到，谢谢谢谢。这个浪 life 的磨皮功能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我最近又想要涂指甲，可是我不知道涂什么颜色，应该涂紫色吧，我最近好喜欢紫色，不知道什么，突然觉得紫色美到一个爆炸，就是前阵子就是一直狂买粉红色，然后最近就是一个狂，就是疯狂爱上紫色。
怎么跟林姐一样讲吃的，就肚子饿啊！紫色等芋头颜色，没错。喜欢你之前的绿色那个，你是说麻油送我的那一罐吗？我在想，我拿一下，我今天原本想，我放在包包里，就是原本想要没事就可以涂，就是这个是麻油送我的，那麻油送我的绿色，好，我把牌子遮起来，就是它的绿色，然后就是我平常比较常擦的这个，然后这个是水溶性的。这是紫色，它薄擦起来其实蛮漂亮，就是看不太出来是紫色。绿色的那罐对吧？是的，是的，就是我有在 IG 上面 po 过的那一罐。然后我最近想要涂紫色，可是其实水溶性有个缺点，就是可能我洗个头，它就都掉光光的这样。我试一指给你们看，就是。它紫色薄擦的话还蛮有气质的，我觉得自己说啦。我觉得其实我最近穿搭跟以前差蛮多的，你没有觉得吗？还是直男看不出来？有没有懂穿搭的人赶快来夸奖我进步了？那它薄擦是像这样，微微的，然后它如果擦得很厚的话，就是会很马卡龙这样。我觉得这样就是薄擦很美。今天的穿搭嘛，我最近的穿搭就是比较，跟以前不太一样了，我觉得。有懒加分，谢谢。就是这样。好像糖果颜色，对啊，就是，可是这一罐的那个，这一罐它薄擦其实超没颜色的耶，就是大概擦个三层到四层才会有颜色。薄擦超没颜色的，像这样。觉得走上有点利落风吧，从厌世舞蹈到今天的打扮。是的，我最近就是比较崇尚极简风。直播我观看不太出来，它就是没有颜色，没什么好讲，它的绿色就是。差一点点就是没有颜色，是不是？你像这样，远远看就是这样，就是没有颜色。啊，它口红比较淡，因为我被我吃掉了，我靠，被我吃掉，一开始很红的呢，一开始很红，后来被我吃光光了，好吃哎，口红最好吃了，平常最常吃的就是口红。我最喜欢的美食前三名，其中一个就是口红，大家知道吗？不同的口红都有不同味道哦。开始我被恭维，反正你们也不会涂口红，你们不会知道真相。Yes。嘿，我觉得薄擦比较美啊。你是幼稚园吃水果牙膏的小孩吗？欸，水果牙膏很赞欸，我到现在连晕车药我都没办法接受原味，我一定要吃草莓口味的晕车药，还要草莓口味的胃药，怎么样？我就小朋友，不行吗？我好喜欢那种薄擦的感觉，就是这样，不管它就是这样。怎样？原材料不能吃草莓口味，是不是？草莓口味超好吃的，你们都不懂。包头搭上身蛮搭的，直男只会一句，没关系。谢谢 Eros。
纸，这样还算薄哦。那厚是会到多深？我也要示范一指给你们看。对，我就牺牲我的，牺牲我的可爱小指甲。薄差是这种感觉，它还没干，但它干掉也是差不多，就是这个亮度。芋头口味的苹果派是怎样？邪魔歪道！我示范一下什么叫厚差，我觉得很可怕。我以前其实还蛮喜欢厚差啦，就是它厚差会很。超级无敌马卡龙色，就是跟它瓶子的颜色一模一样。对，我在说废话，但不管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好像一次涂太多，一次涂太多它会很难干，刮一点。等它先第一层薄擦干了，才可以擦第二层哟。紫色感觉蛮亮的，都要等干掉才可以再上下一层，有点诡异的颜色，哪里诡异？天天你很不懂啊，它明明就很紫很漂亮，这样雨苗会伤心哦。这雨苗的应援色，雨苗要哭了。你要擦几层？大概是擦三层。我刚刚是第一层擦太厚，所以我刚才用刷子把多余的刮掉，就是刮回瓶子里面。我觉得紫色挺亮的，很适合拉盘。谢谢 ，Hello 任平君，等它干掉。谢谢 Arrow 送我带进去流浪，呼。做口罩套，然后眼睛很好痒，就是我们做口罩套，然后姐姐有一段吐槽说阿潘为什么选颜色要用纹的，但其实我只是在比那个胡子的大小，因为我们想要剪一个胡子，但最后剪失败了。他其实后才只是有点比较会变成元素的那种，很元素系。他现在擦第二层就这么厚了，耶！就这，你们看出来这个颜色差吗？这个是薄差，这是厚差，看出差别了吗，各位？对，玩色差游戏，各位，颜色开始变得可怕，开始变得很元素，元素到爆。真的马卡龙厚的不够粉是吗？比较喜欢比较淡的紫，嗯，眼睛好干，有差一点点。对，左手比较透亮，是吧？就是比较透亮。然后这一手只是它就开始不会透光，但它也不是雾面，它就也是，它只是看现场就也是很亮。对啊，
我觉得我最近的氛围是比较适合菠茶。比较喜欢左手四杯，耶、yeah ！三三三三三，我在等他。什么牛排后这样道理吧？说啥？淡的像晶莹剔透的茄子，不是不是那个晶莹，我快笑死。等它干掉，它干掉要有一段时间。我今天穿全白，超怕，走哪里都很害怕。摩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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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摩擦摩擦摩擦，好久没有听摩擦了。干嘛？对不起，有个好笑，人品就有个可爱。亏你还敢穿白外套，对我就怕弄脏，还爱穿，我就爱穿。不觉得白裤裤很可爱吗？白裤裤白外套很可爱，好不好？对，他后叉就是这么可怕。然后绿色薄叉干掉之后就像这样，就是也是没什么颜色啦，就像这样，感觉比较像发霉啦。我是觉得这个绿色没有办法薄叉，我觉得这个绿色薄叉看起来就是你的指甲发霉，是不是？指甲发霉，那因为你们有没有看到？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现场？现场很可怕，所以我现在看就是哦，我的小指发霉了耶！吃咖喱还要穿白衣服？对，吃咖喱穿什么白衣服？我觉得擦两层就好，我觉得再擦第三层我想哭，很丑。好，我把绿色擦厚的。这个绿色还算蛮快干的，感觉这个应该是日本的大牌子。好，我对指甲油牌子没什么研究啦，可可。就是看什么好看就擦咯。技术也蛮重要，对，我就是那个技术不好的啦。嗨，后叉是这样的，就是你们平常看到的阿潘指甲。阿潘，请开一下厨师机，不是这样。那绿色后叉这边呢？颜色差蛮多的，我是觉得薄擦比较美，绿色厚的会比较漂亮。重复堆叠好像画油画，超像的嘞 ！Hello， 加速。来唱个什么歌好了，不然我一直。擦这个指甲油，对啊，擦个指甲油其实要蛮久的，其实擦指甲油还蛮花时间，所以我的握手会前一天晚上基本上是没有睡觉的状态，就是我大概傍晚回到家，我就会去洗澡，然后洗头，然后洗完头之后把头发用离子夹夹直，然后抹护发油。然后抹完之后就会开始涂指甲油，然后涂指甲油，涂完之后还要再上一层护甲油，就是怕隔天早上就掉，或者是不小心就是现场刮到什么，所以一定要上护甲油。然后上完护甲油之后就要去整，就是又要再等它干，然后等它干的过程就是要整理一下隔天早上要穿的衣服什么的，差不多真的是超多事情要做，然后差不多弄一弄就已经半夜3点，然后就要去睡觉，要准备上班，咔咔咔。对，这就是握手会前一天的偶像。
我不敢跳，我手部动作，我很怕我的指甲油沾到衣服。根本就是前一天都在玩指甲。对啊，可是因为要先洗头，才有办法画指甲油，这是一个最痛苦的地方。而且就是，我还想讲一个，还要敷面膜。我前一天一定要敷面膜，然后还要擦护手霜，然后还有全身的那个身体乳液。前一天超级无敌忙，你事情好多。对啊，握手会前一天最忙，每次有活动的前一天晚上都很晚睡。就是这件事情也不是能提早做的，你懂吗？差不多该为握手会研究香水了，我最近也在看香水，可可哦。干脆就不要睡啦，不行，还是要睡一下，不然隔天会很没有精神，不可以让你们看到没有精神的。我很努力的在让它干掉。精神阿潘不是在三大花絮看过吗？不要说出来 ，Yuna。Hello Black Vito， Hello 小猪耳朵， Hello 大家。我在等我指甲油干。为什么不能拿吹风机吹？因为你拿吹风机吹的话，就会让那个就是平均分散的指甲油变得很不平均。好，我中文不好。前置作业做那么久，隔天还要面对那么多人，我现在真辛苦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嗨，其实你怎么了 ，Black Vito？ 热也会让指甲变直吧？是的，所以就是不能拿吹风机吹。还是先画图，我觉得平均跟小猪都来了。你要想，我现在右手没有干，怎么握笔呀？西施惠头，对，你没有说我都忘记我现在是西施惠，真的很西施惠。现在有什么歌可以放啊？拿电风扇吹不行，就是有风的话就会让那个液体分散啊，原本涂的那个分散位置就会错，会等指甲油干的过程非常之煎熬。左手是一定干的，因为左手就是只有薄，就是只有薄擦，可是右手因为是厚擦，所以就要等一下。原来宇智波鼬每次擦指甲擦的辛苦是吧？其实会常上班度孤，那一次开除司机不是厨师机，有多好笑？还没干，还没干，对，他还没干。用卡的比较快，不是金属卡器。其实有些人会去买那个 UV 灯，就会很快。可以用什么？你买不可以？打咩？打咩？哦，阿姊，阿姊，还差六个星之冠，麻烦大家送我星之冠了，我那个一袋。
欢迎的。虽然其实没干也没关系，就是隔天再说喽。不等刚看人干，你还会以为阿潘在模仿舅舅。门丁。跳个需要手部动作的舞。来睡再见，不行，小猪，我要画图给你，你怎么就要去睡觉？小猪卖照，可以跟我损友说生日快乐吗？我知道，今天是青苹果生日是吗？是吗？熊熊想起来，刚刚有这件代志，来来哈哈，小猪。你都睡觉了吗，小猪？小猪，来嘞 ，Hello。手部动作的歌，我还有什么歌会跳啊？我觉得除了 AKB 的歌以后，我都快忘光了。失踪人口了，金苹果生日快乐！闪亮的幸运，闪亮的幸运，闪亮的幸运 ，Happy Rotation。小猪，你 IG 上次跟那个跟马友一起跳的舞呢？那真是要求难，不说了，那真是要求难。我跳个哎，我跳个 Happy Rotation 好像也是行。Oh yeah, oh yeah, 我的球鞋在哪？走吧。Oh yeah, 穿个球鞋啊。哇，还没穿好呢，等一下。我不知道跳哪个位置。篮球鞋的什么？这就是跳舞专用鞋，用小腿的疤痕，不要在意那种小细节。欢迎来到球鞋展示会，才不是！我最近在房子里面跳舞也都是穿球鞋，因为就是怕脚受伤。啊，我不知道跳什么。我会不知道跳哪一个位置才好，尴尬。为
怎么感觉裤子在很高？这样看起来才会高啊！啊，无限大，无限大。抖音的舞你会跳吗？不会，一秒回绝。啊！什么杰星点播黑人台关，先不要台关。最近想要学刚刚我开播放的那首那个 Give Me Give Me， 另外有练的应该就是这个吧。
不会跳这边，还没学啊，后面还不会学。不知道的地方是乱跳，是这样吗？反正都在看球鞋，不是吧？可是，缺点就是，裤子一直滑掉。在变瘦了，要变瘦了吗？应该有变瘦。听说上次有人，听说上次大家很想看我跳这个。我是没有跳很大力啦，
很小力的，跳了一轮。这回好停顿，可是我还不会跳，还是故意把它回来。嗨。那么接下来要来念排名度，后面长生镜是用挂着的，对，所以我就是房间里面就随时想跳舞的话，就是可以把它挂过来衣柜这边，这样等一下下播之后也是要练舞。所以请大家给我一个建议，就是你想要看我跳什么歌，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跳我想跳的歌哦。那么我来念排名咯，霓虹灯助手亚美咯，我的滑板鞋，滑板鞋要怎么跳？我来念榜哦，今天第十五名是慧香，谢谢慧香。再来第十四名是，多莲，乖，那你姑娘，那你是不是 CKU 吗 ？CKU 的大头贴怎么变成这样了 ？Why？ 那你姑娘。哪里可怜，可爱呀！再来第十三名是阿贵仔，谢谢阿贵仔。卡就很执着于麻油哥，对啊，好可怕哦！这样是，就是我应该要学一下嘛，是吗？可爱。然后再来第十二名是傅维，谢谢傅维。然后第十一名是阿基拉桑，谢谢阿基拉。再来第十名是阿六，谢谢阿六。然后第九名是豪哥，谢谢豪哥。再来第八名是 Hanna， 谢谢 Hanna。第七名是 Happy Luck， 谢谢 Happy Luck。第六名是公车迷，谢谢公车迷。再来第五名是阿尔法，谢谢阿尔法。第四名是张水水，谢谢张水水。第三名是 Iris， 谢谢 Iris。再来第二名是北原生态，谢谢北原生态。最后第一名是 Marty， 谢谢 Marty。呦呦呦呦呦呦，学这个也是可以啦。不客气，新苹果，你瞧，谢谢新苹果，常常来看我的直播，然后帮你朋友说了很多话，谢谢新苹果，生日快乐，我当初给我们的包。下半场练习太累了，不会，我觉得练习对我来说很开心。跳舞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那么，今天好像可以在十二点之前关播是吗？看来我可以在十二点之前关播了，是吧？
今天计划通，感谢妈妈给的计划。今天安定1200关赞，竟然久违的，没错，指甲应该干了吧？干了，干了，干了。期待。喜欢哈利比，我觉得很可惜。你说没有拿狗的呦，很不习惯，我也很不习惯。妈妈，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啦，我要下班啦。数太快了，结局不要这样，我又没有学过。哼，好了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